Now look at this. 去医院碰到谁啊 ？Hello， 错误，你难道不应该关心我为什么去医院？首先，你是谁现在？我是他的男朋友，女朋友。你是我女朋友？对对。OK， 重新问一下。你猜我去医院碰到谁了？你还好吗？ 你哪里不舒服？你干嘛去医院？你哪里不？你去医院为什么不跟我说啊？如果一个身材很好的女生坐在你旁边，你会心动吗？当然不会啊。 但是我认，我会看一下。我会看一下。错误，应该是不会，我不会给他坐在我旁边的机会。这样的回答太做作了，干嘛呢？写诗啊，你干嘛？我跟你说，消说这种话的人肯定心里有鬼，用这么多的技巧去勾搭。第三题，如果同学聚会，女同学喝多了，你会送她回家吗？当然会啊，但是不是一个人送啊。错误，不会。什么错误？你有没有了解人家喝多，人家在街上会怎么样？不管谁喝醉了，在我。 我们这个聚会都是应该得到我们大家清醒的人送回家的，这是责任呢。